这一球，何金翔来一个，何金翔的 S 球，二局蓝队以15-13拿了下来。我其实会紧张，但是我还蛮相信他们的。尤其不知道为什么，只要有队长在旁边，然后三个男生这样子包围着女生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安心。田一宁上次是满分30分哎，哇，正中红心，调整好就好了，不要急哦，分不要急哦，一宁分，我们目前一个。还有点紧张，调整呼吸。呼吸，没关系，时间还有将近半分钟哦。哦，他们两个都是也是一模一样的位置，也在九分，再修一下，再修一下，往上修，往上修。这两个人的稳定性很强，集中度很高。哇，这一件完美的收尾。所以蓝队四棒成绩加总是115分，红队是109分，所以在射箭团体赛事由蓝队获胜。来，很痛啊！你们趴那么低干嘛？不怕腰断掉？啊，对的，选手是好恶心哦，你是蜘蛛精哦，大蟒蛇哦，完身了，要飞怎么样？这样做机制，喂，喊出来，喊出来，比较直一点，对啊，比较直一点，反正要多。比你高是球球球再下来一点，有够高，不用跳啊！看，其实我救过来了，比较痛的，顶住信心，顶住信心，可以了，去找到新的工作，是不是？那个海洋公园上班，大比大比，哎，停住，停住，这一球，15-13拿了下来，在3战2胜制的比赛，蓝队是2-0拿下了藤球项目的胜利。我其实会紧张，但是我还蛮相信他们的，尤其不知道为什么，只要有队长在旁边，然后三个男生这样子包围着女生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安心。再来，要出手的是蓝队的第一位选手田一宁。田一宁上次是满分30分哎，哇，正中红心，调整好就好了，不要急哦。哦，两名选手都是等于是第一位的初赛哦，这个心理的抗压性是特别的强哦。对，非常静态的一个状况哦，考验的是心理的素质啊。哇，接近好像是8分，跟黄的之间哦，电子积分板上面是8分，我觉得之前是8分箭。田一宁选手要射出他第二支箭，9分箭。好，艾薇要射出他第三支箭，好嘞，不要投，9分，不要急哦，一宁分，我们目前为止5个，成绩总共是27分，田一宁要射出他第三支箭。哇哦！听你好说，10分，再见10分。一宁还是维持着高水准哦，三项加总有29分。邱胜翊选手，请射出第一支箭。邱胜翊有他的准度一直都是非常好的。
这一件是8分，也很不错，也很不错。不要急哦。他的拉弓的姿势呢，被教练说是非常的标准，因为它是一个七字形的拉弓法。哇，不错，这一件10分。十分，陈山十分界。对，他的手臂的肌肉其实非常明显可见的，是代表他在上半身的一个肌力训练，包括他的稳定性都非常好。嗯，邱胜翊选手，请射出第二支箭。OK， 这次出手蛮快的，但是是都一样，8分。十三记得要修。哇，不错，这一箭9分箭，9分。对，陈思安射出了9分箭。位置调整一下啊。箭如果再往上一点点，哎、欸，有，这一次有进，应该是有压到线呐、啊，9分的，哎、欸，结果四分板是8分，待会儿会再确认一下。对，但是它的准度已经又比前两支更好了，已经有做到修正了。陈山也是在练习的时候哦，对这个射箭射出了兴趣，所以他是走自己买弓的哦，是，哇，不错！这一箭，位置差不多9分箭，9分，对，9分，不错，这次进步了，射出了28分，稳定度很够，然后心比较容易沉静下来的一个选手。哇，不错！哇，10分，10分箭。有压线吗？9分箭，9分，要修，记得要修，修正一下都可以的。他有点紧张，调整呼吸，深呼吸没关系，时间还有将近半分钟哦。他们两个都是，也是一模一样的位置，也在9分。再修一下，再修一下，往上修，往上修。这两个人的稳定性很强，集中度很高。哇，这一箭10分，所以蓝队四棒成绩加总是115分。红队是109分，所以在射箭团体赛事由蓝队获胜。我们冷静，我们冷静。我们赢了，你们的可以很强的，很强的吗？我们还有两周，好不好？你要延续这个气势，一直很好。就是每周能拿2胜就拿2胜，尽量3胜，好不好？好。